常在讲吼，啊，修道归修道啦，办道归办道，宗教归宗教，怎样？人道归人道。咱即摆就讲属龙共生啦，吼，属龙共生。人道归人道，啊，属龙共生呢？工课拢总是吼，每一个人无同款的365项，拢有人伫遐定位啦吼。但是宗教是心灵的寄托，啊，但嘛是转念的过程，嘛是要修复咱的人性，足重要一个课题啦吼。所以咱要搁空中回庙，还是变哪回啦吼？因为咱要超越时空，跟咱母娘对话。有时咱咧静坐的时阵吼，哎，你感觉咱的心一直生出来，生着啥？生着迄个母娘跟咱咧交代咱什么？迄就叫做啥？有人讲，迄敢是啊做信息吗？啊，是讲迄啊做通啊？所以有时吼，咱定讲，咱人咧静坐的时阵，为什么会气动？为什么会灵动？气动跟灵动，有时候是心动了，它自然会动。哦啊，所以呢，咱讲人灵共参呐，吼、哦，人来触动这个灵啊，所以教育吼、哦、啊来触动咱的人，要安怎来修？所以咧讲天命之数了吼、哦，啊是讲宿命上重要是啥？你要安怎去行宿叫做宿命，行宿天地天地新人灵呐，吼、哦，咱咧讲啊天地君亲宿嘛吼、哦，人道。或者是讲吼，人灵共生啦吼，七祖九贤拢同款会当提升，迄叫做人灵共生。但多说法灵也引起共振么 ？A 啊，所以讲引起共振，然后呢，你会想到要去探讨人生，啊，你想到要探讨人生，所以咱两个开启灵地思维嘛，开启灵地了后，你的思维的足细腻，你会为别人着想。而且呢，吼，啊，咱伫个这个思维内底面，你就会知影讲，什么，吼、哦，是自性三修了吼。什么叫自性三修？应世道，精顿心源嘛，精顿人心。啊，这自性三修内底，就是咱定咧讲人一贪嗔痴内底面，就是属于三毒。既然咱要修自性三修啊，你就应世道，最主要是要精顿咱家己的心源。过来就是安怎，咱去重整。我咱常咧讲，重演天道，整顿道盘，重整人道，孝忠身嘛。你既然重整人道，孝忠身，所以咱母娘甲咱讲吼，丁酉开科，咧个龙凤寿元以寿元为目标啦吼。既然是丁酉开科，龙凤寿元，五庙下轿，金陵领灵，咱要安那去提升这个教导的资质吼，在这个伦理的规范，宗教唔只是干那心灵的寄托而已啦。好，咱是要互咱了解啦吼。人来做世间有这个因果定律，有这个善业并恶业，会坎坎滴滴呢。在咱这个时阵呢吼，那如果讲，咱有去甲了解、深深去甲体会，那么咱就会去提升咱的思维啦，提升咱的思维。那由咱一般的信众、信徒啦吼，咱讲啊，这信众代表信众是来拜拜的啦、求平安的，叫做信众。那由这个信众转入了信道，进入了传道，也要透过皈依，这个叫做入门。像咱佛教讲啊，爱入来皈依，皈依啥？佛法经三宝啊，吼、哦、啊，咱道教嘛是有进入传道，吼、哦，透过皈依的法门，道教文化传承，伫这个三纲定位，吼、哦，三纲定位，一月开明嘛，一教佛术，灵智归位呀。所以咱常咧讲，啊，要安怎伫吼咱这个吼、哦、超越时空去甲咱母娘对话？有人讲啊，我头真正会通啊，未通我嘛唔知呢。有时啊静坐的时阵吼，敢若我头壳有足济字伫要写，吼、哦、啊一直浮出来，一直浮出来，一直浮出来，那就是什么？你一直浮出来嘿，哦啊一字一字了，一直甲抄落，一直甲抄落，一直甲抄落，你连感觉对镜看麦，哎，好像是呢，那叫什么信息呀、啊？信息敢叫做通吗？是因为你静坐这个喏，这个把咱的色心放落来，我们已经在放空，咱就讲无我的境界，吼、哦，一种啥，一种境界。咱俩放空了以后，然后呢，啊，咱的咱的这个元神的归位哦，咱元神归位，咱的灵界呢，管呢，哎，顶管的交代一挂代志要你做。没有你做，伊就伫你的头壳内底一直闪出的文字了吼、哦，甚至还会画图案哦。哦，咱就安尼讲，哎呦，条码条码，即马电视啊，电视哦，也是讲手机啊，吼、哦，爱条码，啊，咱人嘛爱条码呢。顶管呢，反正有甲你有一个啥，有一个暗号，这个暗号就是啥，暗号就是你的条码。
你以后要跟他接触，哦，就是安尼。你灵界呐真悬呐，啊，你思维阁真好。你静坐的时阵吼，顶过呢，甲你啊放一挂信息，像张呐吼，一带北来啊，咱就属这吼，伊个灵界真正袂歹。伊去甲圆通地，你就知影讲，哎，观音佛庙要交代要创啥？哎，伊讲的都我甲我吻合，甲我接的拢吻合啦，吼，哦，甲我最近接的拢吻合。哦，一句都无差，哎，啊，哪有遐拄啊好诶代志？伊摕互我看，我摕互伊看，伊讲嘿，啊，怎么会这样？伊伫台北啊，伊听咱诶节目，伊就落来啊，吼，哦，落来甲咱相应一下，了解一下，看慈天毕生公到底是什么样的道场，他下来了。啊，下来的时候呢，我就甲伊讲啊，我讲吼，哦，啊，你观音佛庙吼，啊，你就接触者信息啊，吼，啊，你嘛知影讲你要做啥吼，啊，无咱即马圆通电了佛庙伫甲你招呼，啊，你过一下。爱就过去啊！过去的时阵哦，啊，倒过来的时阵一直笑，你知道吗？伊甲讲哦，怎么会跟我静坐的时候所接收的信息都一样呢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我讲你是不是收到这个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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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？我跟他讲哦，原来印证了，印证什么？印证了咱北原这边吼，咱这道亲的吼，咱的师兄姐哦，咱去印证了丁佑开科龙凤修院啊。哦，丁佑开口凉风修完，五秒下脚金铃领铃。咱母娘这支吼修完的旗哦，凉风旗呢已经站伫中央台啦，非常的大旗，非常的高。啊，所以三更定位就我开明嘛，一脚复始，灵主归位。伊说怎么那么神奇啊？就是那么神奇。哦，啊，这是啥？伊讲啊，这个安尼咁是叫做通，不是通，叫做信息。所以咱嗲讲吼。交贤立书应科技，运转五方三灾行，各有吉数，各有灵啊。三灾运转灵主归天命归宗，各有行嘛。哦，阴阳两气化群生，乾坤共修圆。Yeah. 所以人现在在说吼，啊，修道归修道，办道归办道，宗教归宗教，人道归人道，吼，啊，但是呢，咱既然啦吼，宗教已经是启动了咱人心灵的教育，人爱教育，灵爱教化，啊，既然呢，人爱教育，灵爱教化，咱要要哪去修复咱的人性，要哪去复古，吼。所以人讲，玄而则生，自度自己，九玄七祖嘛。玄而则生，自度自己的九玄七祖；灵而则生，自度自己的元亲祭祖嘛。佛玄灵枢，九玄超生，灵元归宗，道元归灭啊。这就叫做灵主。起码这个时阵，你要定格了。咱不是讲吼，咱无定格，咱不知道咱到底是咧走安怎吼。灵山走到尾会安怎，咱家己会知影，家己看看咧吼，了解了，了解了。啊，我现在要定格在哪里？我的人，我本身的灵格现在要做什么事？所以说天智地灵合人心嘛，天智必须是上天认可的，地灵就是咱啥，咱知影要安那去行书这个技术。啊，所以咱也知影讲修行的首要是啥？以人为基啦，以德为本。目前咱去修办的方针啦吼，是以人为基础，以德为根本。啊，所以咱讲。中天分南元啦，甲北元啦吼，但是这机啦，这灵机将来代替啥？代替这所有的吼，咱的心性来发展，因灵归位啦吼。所以讲灵机，讲音声响气玉轮转嘛。呀，为什么讲是音声响气玉轮转？鼓声召开灵智归，音声就是指啥？指咱这灵波啦，啊，这个灵音。高声的指啥？指这个演化。所以咱人来讲，啊，你念经啦、上经啦，都有前场甲后场嘛。前场就是灵音，就是咱咧唱经；后场就是高声配合嘛。性基天地合基定嘛，人人有机会，但是个个没把握。为什么讲即卖性基必须爱天地合基定？是人人都有机会啊，但是个个没把握了吼。因为人伦重教育。灵中天音啦，所以母娘的音频，它就会召开这个啥？咱定讲龙华盛会嘛，啊，龙华盛会初阶吼，啊，过来是讲咱即马三度龙华，哈、啊，对于这个吼三十年、三十年吼、哦、一个局，啊，即马对于咱母娘，
伫昆仑山来到咱这个吼中央山脉对角，伫咱这个吼啊南部，咱大家咧讲的吼，伫咱鸟不生蛋的地方来华莲哦，啊去降到这个灵伫这个所在。啊，这既然是吼玉山呐吼，加咱的这个中央山脉对角这个昆仑山，母娘来这已经六十多冬，特别七十年吼，民国三十六年来降灵。一科技三十档啦，吼，一科技三十档，即卖已经进入第三科技啊，就是量丰收完啦。啊，种圣基天地合其德，人人有机会啦，个个没把握。人伦宗教用的八德经啦，吼，咱母娘咧讲八德经，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。伊讲灵是重这个天音，所以咱讲发教，咱咧唱诗啦，吼，这个发教。灵中天音嘛，咱若听到母娘的音声开始咧发酵的时阵，开始咧唱的时阵呢，咱的灵会安怎？随着母娘的音频呢，啊，随着母娘的音频呢，你就会进来了，进入了母娘的怀抱里面。所以咱讲超越时空，一秒对位嘛，你要超越时空，甲母娘来对位。咱常咧讲啊，咱即马静到迄个时阵哦，那也好像是我们好像懂很多事，那就一种信息给你啊，信息一直咧互你。所以咱即马吼，身处伫宇宙属于第一处的处缘，好、哦，我们现在身处在宇宙属于第一次元的空间呐、啊，第二空间，好、哦，啊，咱讲第一次元空间跟第二空间，还有一个第三空间呐、啊、吼、哦。但人灵的修持，咱来了解哦，吼、哦，书。甲缘灭，你也搞清楚。人要精进，咱的灵才会精进咯。吼、哦，咱常讲先不为己为嘛，吼、哦，以色待人嘛，以情待人。什么叫做色？你捌嘛？你了解，你就会知影讲这个人是真的 A 啊 B。所以咱今麦去参学，去参学的写书，因为你不认识人，你认不透这个人，所以讲你无目色，吼、哦，啊，你家的空调无够，你看迄个人看袂准。啊！你著误人写书为书，啊！你著看咧中中行，所以咱母娘吼，甲恁讲讲，你要真的去认识一个真正的老师，所以讲你爱真正有迄个空窍有开，你才知影讲，这个是有物件啊，无物件，真正是要带你入正道的人。所以希望讲咱的朋友啦吼，伫咱较早咱常咧讲吼，九龙八凤啦，九龙九凤啦吼，啥物凤拢好。但是咱拢无了解，讲九龙一个指什么啦吼？九龙一个指啥？八方一个指啥？吼、哦！啊，咱得讲三十年为一科技啦，人灵共生啦。哦，啊，人若提升，咱的灵魂就同升。修持修养就是伫遮尔。但是咱敢真正有去了解，然后去了解，咱定咧讲用咱母娘的音频甲灵波啦吼、哦，来教贤纳书啦吼、哦。听到了后，你自然家己随着灵波回来找。要找啥？找咱母娘的圣地啦吼！母娘到底伊发教伫对发教？这支龙凤旗到底是对？到底有偌悬？伊要做的工作是对？你自己呢会复合回来，叫做透过时空啦吼，然后呢会感觉母娘对话啦吼。